两年前，我因为《花木兰》这部电影曾经站在过这个舞台上。我记得当时我哭了，然后我也说了一句：“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。”当时从祝绪娟老师那里领了这个奖。这句话来自于我和祝绪娟老师的恩师，绍兴籍的大导演谢晋导演的教诲。今年很忙，拍摄了我自己导演的第一部电影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。在我眼中，青春是一个闪闪发亮的伤口，会照亮我们的一生。谢谢。是你瞳孔的颜色，一阵风，一场梦，爱如生命般莫测。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蛊惑？你的轮廓在黑夜之中淹没，看桃花开出怎样的结果？看着你抱着我，目光比远方寂寞，就让你在别人怀里快乐。爱着你像心跳难触摸，画着你画不穿是我一生唱不完。